打完这手牌，今天的11个 level 也是顺利结束。这里看见 Ben Lam， 哦，他这边拿到 AK， 然后 Jason Kuhn 不幸的在枪口位加一的位置上拿下 A 圈，这打一天牌到最后一手牌出局，真的有点厉害，是一个秒空。看到对手是 AK 的瞬间，啊，整个人都有点不太好。他现在只能指望翻牌能给他一定的哦，还是有的招，对。 任何十，杰森可以拿到顺，只剩四张十，啊，有点可惜，他打了一天的牌，在最后一手输给了 AK。 好了 ，Anyway， 他会和大家一起进入休息。对。 Jason Kuhn 出局。Exactly what you want to do in a 250K. Play every hand on day one. Every hand. Use all your energy in the smallest buy-in tournament, and then bust last. 总在最后一手牌出局。是。 而且他们好像还剩15位玩家，对，十几位，对，所以50%的玩家会有奖金拿。剩下的玩家一半多应该都有奖金拿。那边上还有一碗炒面。 可以看到我们现场在做，chips up， 把1000的积分牌移掉，然后升级更多的大的筹码。好，我们 Ben Lam 现在是有276万4000，整整184个钱注，非常的健康。 他今晚应该可以，对，他今晚应该可以睡一个好觉。I think we're tied. Wait, don't we just? Don't we just both get chips? I think we all have four. 对，在桌上的潜规则就是桌上的 chip leader 负责去收购其他玩家的小筹码。 每当这个时候 chip leader 的筹码就会显得更加的膨胀，更加多，仿佛一座小山堆在自己的面前。 I like my chances. Okay. I get them all. Yeah. Do I get them all or just one? You get only one. Okay. Fuck you. I want them all. Yeah, I want them all. I have a queen too. Oh, you have two. 那我们现在到红桌。红桌应该也是最后一手牌。 好像貌似 Bonomo 的顺子是，被对手 double 了，对手买到了 A 花。那谢谢大家今天看我们传奇扑克的直播，不要忘记我们每天都会给大家带来直播，包括7号是200万港币买入的主赛，也是长牌，然后呢是无限买入的比赛。 目前的 chip leader 拥有 193个 NT， 拥有 289万6000的筹码。这场比赛是传奇扑克 2019 济州岛站，25万港币买入的 Day One 赛事。然后这一周我们还会有看见Tom Dwan 参加这传奇扑克的比赛，包括 Phil Ivy， 那不要错过。 好，这里是阿童和 Selina 为大家带来的解说。好，大家明天见。明天见。